Project C， 也是 Project C 神奇的一组。哇，为什么呢？我是店长，他们是店员，我是客人简一归。啊，最近的为什么我们被做这个那么多衣服在后面呢？就是最近有那个 random 频搭配，所以呢，是我们可以对方选。 哎，我赢了，我第一啊，这是几张呀？这是几张？哎，现在就是第一个，对，很惨啊！你们不要搞我啊！好，不要给我选奇奇怪怪的衣服啊！嗯，一定不会。哦，好紧张啊！我在想会拿什么样的衣服？耶！帮我弄得好看一点。 富杰，干嘛？应该应该是正常的吧？我信你。哦，好。文姐，我相信你不会弄我的。我一定不会。<笑>是吗？我让你保证。好了吗？嗯。哦，我想看呢。你要看？我确认什么？好了吗？我确认一下。富杰是这边吗？没有没有。嗯？我是这边。 我感觉他们在换位啊！说好的一边正常一边不正常，我现在很懵。现在是可以开始选衣服了没？OK， 上衣第一件，那我开始选。这边。Where's that？Fantastic！Fantastic！为什么会有？ 我点的，为什么会有女装？啊 ？No way！ 我操！可能都是谁是你们？选裤子吧。啊哈，选裤子。我现在，耶，一定要选到我常穿的啊，没有人乱穿的。我相信他们，他们应该很了解我穿什么样的衣服，什么样的风格。耶。我有点不相信富杰了，我听到富杰的声音好像有点不好。文景，你在哪一边？我相信你。 你是这边吗？嗯。耶，这是在换位吧？不行，这是设备。设备。Great。现在是什么？视频。视频。帮我选内衣，拜托。好的，帮你选内衣。我不能回头看吗？我现在很想知道。好好好好。你这么聪明啊！选。OK。 你一定要选我，帮你选这个。行，真的，我相信我。文姐在这里对吧？信任，好弟，我信你了。我可以看了吗？选完了吗？选完了。啊！这是啥？这是你的，这是配搭。哇哦！哎。 对啊，你还有这个，我可以哇，很配，把你弄上，好，可以，接下来，所以现在呢，就到我了。他想要自己，会觉得我们会是你的梦想吗？会，我现在不敢想象，等一下我会变成什么样。我所以，我今天能怎么坑就怎么坑的选。啊，该我出场了，大坑都没有，大配大师富杰，我会帮你弄。 说好了，肯，往后，不能过。Let's go， 这个不是抢我的，这个倒，我觉得这个不行。哇，没问题。OK。没有抢到。Go， let's go， 这边。
你确定吗？确定。OK，就确定不变吗？就李希杰。不变，确定不变吗？我这可是傅杰哥的梦想啊。行，你知道吗？来吧，这可是傅杰哥的梦想。裤子。姐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帮你选好的。文锦老坏了，文锦。哎呦，我去，李希杰。我哎呦，你别乱说，别乱说。来吧。OK，李希杰。耶！哎呦，哇！那这个镜头都是笑的，你去卖了。哦，那这个很适合傅杰呀，这个。录个录呀，直接。这个。哇，我找到一套傅杰绝配啊！这个。准备选择你今晚的床。我们没有爱吗？所以爱会消失吗？ 哇，OK，来吧，我们来看看你今晚的底床，3、2、1，哒哒，那其实也还好，还好，对，那这个真的，对我是一个挑战。来吧，傅杰，比你好，对，傅杰的已经选好了，现在来吧，到我们的文锦老弟了，怎么样？想想我们的什么感觉？ 你相信你没有办法选好看吗？我不相信。哎呀，我们住多久了一起？没有，没有。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来吧。准备好了这么快？对。那肯定有一段女装。心机多，你怎么会多？快，你看到我吗？是我吗？是我吗？是我吗？飞机。OK。 哦，感谢信的文锦，哇，太好了！文锦，我知道你平常喜欢穿那种很随性的裤子，好了吗？文锦，什么？不要，我爱你，真的吗？我选他，我选你。红姐啊，你直接成为我了。哦，我心痛，文锦，我心痛了。这是哦，红哥啊，girl。 我觉得两个人都对，然后哥最爱你啊，所以千万别水哦。来，快点，我被弟弟抛弃了。2、1，Let's go！哎，开嘴，Not bad！哇！哦耶！我给你想看回放吗？不给你看，这是我们文锦的，可以啊，一套搭配。现在等下我们就去。 换衣服 ，OK， 展现一个时装秀给大家看，来吧，我们先去换装吧 ，Let's go！ 换装不会拍吧？不会拍吧？不进。 三次就选了你，这说实话，这衣服谁帮我选的？那我就不是。哎，放在挡住。哎，这两件都是我的衣服。把手挡一下。你现在视频上传不了。哎，过不了审，要付费才能看。 要付费才能看。